大家早上好呀，我刚醒，来看看今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。哇，风好大呀！北京现在真的还挺干的。自己在家呢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起来以后，我要给自己做早餐啦。我去洗脸了。好啦，我已经完成我早上的基础水乳护肤了。我一会儿呢要去户外去工作，要拍照片儿。我今天啊觉得北京这种天气真的很干，需要做一个妆前的增强版的护肤。秋冬换季的时候嘛，大家都要注意啊。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口干舌燥，而且这皮肤摸起来就干蹦蹦的，而且这个季节呢皮肤特别特别容易过敏。当当当当当。这个小瓷瓶是我的秋冬护肤法宝哦，这个是皇后牌片仔癀珍珠膏，这个品牌诞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，是我们的经典国货品牌。这个小瓷瓶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而且小小的一瓶，出差啊带着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这个超级好闻，特别特别好闻，我对好闻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。它是那种偏兰花香型的，闻起来就是特别舒服。这个质地呢是这种淡黄色奶油芝士质地。摸起来特别治愈，上皮肤之后呢也很好推开。这个使用的时候呢，要先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心，先乳化，用自己手的温度来给它加热，然后上脸，轻轻的按压或者涂抹都可以。这里面含有珍珠精华，还有其他名贵的成分等等哦。特别四川的朋友，四川话就是说，这个香香真的巴适得很，用完以后脸上不会磕磕，就是磕磕就是那种。干呐、啊，纹儿啊，嘣的那种感觉。它呢不只可以补水保湿，它还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，可以舒缓我们的皮肤。反正这个就是我秋冬必备的小法宝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去化妆换衣服了，等我哟。好啦，我已经化好妆啦，已经穿好衣服了。看一下吧，就是妆后效果超级棒，特别服帖，特别水润，完全不卡粉。走吧，跟我出门工作吧。我们深情的对望。